嗨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今年的团圆饭，吃素的你们是怎么和家人一起度过的呢？你们可以 video response 我，跟我 share 哦。我是和家人一起吃火锅，然后幸运的我在 AM 找到了一个2零万的万能锅哦，就是它了。它可以用来煮汤，也可以烧烤，也可以控制火候哦，有 low, medium and high。这个是煮饭的部分，然后这个是烧烤的部分。我也买了很多素食火锅料哦，有素云吞，素炖羊肉，酱豆腐，熏黑胡椒香肠，红烧海参，香脆甜竹，还有烟熏火腿片，好咯，我要去吃火锅咯，拜咯。